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正怡林林林，这位是林妈。哎，你好，常常说煮啊的那个，我很坏。对，好，今天很久没有来我们家了，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产品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首先介绍的是鹿港最有名的凤眼糕，拍一下盒子。好，拍一下盒子。凤眼糕综合口味哦，对哦，综合口味哦，林妈的爱哦。然后这个汤匙，小汤匙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古时候的文人雅士，他在吟诗作对的时候，饭后茶点，品茗的茶点就是凤眼糕。古时候的凤眼糕只有单一口味，白色的。对。现在研发创新，有五种口味，所以买一盒就可以吃到五种口味的啊，舒舒服服啦。对啊，然后各种不一样的口味哈，然后你吃了就会感觉越想越刷嘴呀。对，而且要配茶更好吃。这是茶点哈。对，以前茶点就是以前那个文师作对的，吟诗作对，吟诗作对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文师作对。这个凤眼糕为什么叫文人雅士的茶点？因为文人雅士他的手很细腻，然后他要拿起这个凤眼糕需要手巧，对，才拿得起来。你看，手巧要轻巧，不能用力捏哦，捏就会碎了。哦、不能捏哦，知道吗？不能捏哦。那所以含在嘴里，要给我吃吗？哎，来。所以这个就当试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。啊，掉了。来。一块 RIP， 好好来，这个怎么吃呢？含在嘴里，用舌尖给它豁开。含在嘴里，用舌尖给它豁开。哎、欸，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梅香口味。梅香口味。哎，来，那如果拿不起来，就用小汤匙，用小汤匙给它挖起来。这个是绿豆，来，绿豆。你刚吃的是梅香，这个是绿豆。有点像这个颜色，然后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拿着这样就好。然后接下来，接下来是牛奶口味。牛奶口味，我们这一些产品都不含色素哦，都没有添加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刚吃了两个，我觉得舌头有点干了，喉咙有点干了。这是梅香、绿豆、牛奶、绿茶、芝麻。对。目前有五种口味啊，什么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可可口味？可可口味，原则上这个是昨天做好的，所以今天没有那个可可的材料哦。明天才会再做可可。那妈妈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吗？还有我们家的招牌凤凰酥，噔噔噔噔噔，请帮我上那个噔噔噔噔噔，小当家的。它内容物长怎样？哇，这个高低不平。没事，就是要让它看它里面长怎样。里面是包凤梨冬瓜馅加咸蛋黄，非常好吃。但是它，你知道好吃的东西那个热量就是，我不多说了。我们家还有很多元宝酥，元宝酥也是热门商品。过年的喜气洋洋，招财进宝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买一下那个元宝酥，对。然后凤凰酥是本来就是我私人最爱的，还有奶油小酥饼，对。嘿嘿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吃太多，我最近太胖了。绿豆酥也是卖很好哎、欸，对，历久不衰啊，你各位。虽然我们家的百年老店有点破烂，但东西都是很好吃的，不然不会开到现在哦，你各位。137年了。哦，这么久了、哦。酷哎、欸！我们家虽然最近很穷，但是
最近会努力的募款，好不好？然后妈妈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要让郑玉珍发扬光大哦。嗨，各位好，欢迎大家过年有空来鹿港玩。鹿港已经鹿港300年了，历史非常悠久。古时候就是有船只跟大陆通商，所以台湾有三大那个城市，就是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。Yes， 二鹿，所以古时候的鹿港是非常发达的，文人雅士还有那个通商的一些米呀、还有一些蔗糖方面也会运送到别的地方，所以台湾是一个好地方，也是最好有观光价值的地方，所以大陆会想要取走我们这一块，就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台湾物产丰富，真的出人才很好，对，尤其是鹿港郑宜玲这个人才，不要讲那一些鹿港有那个施正彤啊，宏基电脑的董事长啊，还有很多以前文人雅士，刚刚你们没有去顺便拍摄一些古迹啊，那个丁家大宅啊，以前也是清朝的时候也是一个进士，进士做官的那个考试的地方哦，不是进士的住宅，进士，进士，不是。关街哦，对啊，就是一个考试进去的那个进士，不是这个进士哦，还有很多啊，还有很多啊，还有鹿港有名的名茶，什么杏仁老啊、花生老，还有面茶、啊，你各位对，然后我们也有卖牛轧糖，还有夏威夷果，还有一些黑芝麻糕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还有口酥饼我刚刚介绍过了，奶油酥饼有，奶油小酥饼跟糖葱哦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还有龙须糖吗？龙须糖在这里啊，爸爸妈妈，龙须糖在这里啊。牛舌饼，哎，这很好吃哎，不输拖拉寮哟，拖拉寮你们知道吗？来，还有很多很多啦，很多绿豆糕、香花生糕，希望我的粉丝们，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哎，就是过年快点用新台币教训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对，然后我们家应该过阵子或者是过一年，我们会尽快改建，因为我们的店真的实在太小了。对，所以有些地方就没有地方可以放，而且我们还在找租屋嘛，因为这边要重盖的话，我们还要再找个租屋。对，但是真的是最近找不到，对，所以有点。还没有办法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如果有人愿意资助的话，欢迎拨打以下电话，会请字幕君04775353523，由我们家的妈妈雅丽为大家服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妈，谢谢。身为呢郑玉珍第五代掌门人，我绝对不能让我们家倒闭的。你看这风好大哦，耶，哎，好啦，总之。这些店以后就靠我了，对，靠我表现的，靠我表演的。然后最近正在储备泽合法募资的捐款，就是赞助，不是赞助，就是泽群众募资的合作案。对，我现在还有企划案，剩下一些还没有出来。如果大家出来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募资3000万。这3000万呢，包括了一，就是我的专辑，还有 MV， 还有自创曲，都是全创作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。就是除了编曲或者是 MV 有跟其他人合作，但是词曲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创作的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然后。热爱追梦的一个人啊，就是我啦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啦，哎呀。然后就是我们家的扛棒看板，
加油！我们郑玉珍要加油，郑玉玲要加油，郑玉珍更要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我们家已经137年哦，对，我现在是第五代，希望我们由我接手的话，不会面临倒闭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哦。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正一零零零，还有我的 IG、TikTok、抖音、FB、IG， 都讲了吗？应该吧。还有 Twitter， 对，还有可能之后也会办哔哩哔哩，还有微博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起来，然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我吃四分之一就好了，我怕我太肥。我吃，我不用，我现在在减肥，不能乱吃。嗯，还是一样的味道，但是现做的会比较好吃，因为天气太冷了。这个也是现做的、啊，这是没做啊，嗯、只是就是这刚做起来的。我没有拍到，对不起，再拍一次，来。